时阵咱较来讲话，对，无爱无多讲话。而且惊去用拍个比安全帽，你讲。我们刚刚的阿东哦，刚刚那个动作，也要给人家掌声鼓励一下了。因为全为什么？我们请牛奶来讲一下，为什么要特别给阿东鼓励？哦，其实这个动作现在在台湾是非常屌的，就是只有他一个人，只有他一个人会。好不好？那这是我们最后一棒是强棒嘛？那他们强棒是。牛奶水，那一定也很煞，对不对？很煞吧？赞不赞？赞。好，来，牛奶，请准备跟我跳探戈。嗯。跳啥？探戈。探戈。来来来，五十公里就赞嘞。嗯，来来来，跳探戈，跳探戈。棒棒，有雷公拍掉，对啊，这是有原因的。对，没错，因为我们要介绍现在最流行的装扮，最流行的舞蹈叫做是嘻哈风，还有 hip hop。嗯，啊，就同一个啊，赶快吗？啊，真的吗？刚接的呀，刚接的，哎，是赶快的哦。那这个对我们来说的是一项大考验呐，没错。今天来的这个团体呢，哎呦，这个要好好介绍一下，你知道吗？继五月天之后，另外一个真的是所向无敌的团体呀。阿公是足煞的哦，很煞，很煞哦，煞，很煞，什么意思？很煞的意思是炫，然后很绝，然后很棒，那么棒哦。对了，爱心叫出来看麦一下看，赶快欢迎2020学生的跳舞团体。欣薇姐好，嘉欣姐好，各位主持人好，好，我是今天的主角舒维，大家好。大家好，我是 Energy 的阿丁。阿丁。各位台湾风云榜的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 Energy 的牛奶。主持人，大家好，我是 Toro。大家好，我是 Energy 的坤达。很怪，那边有一个一个介绍都啊，那换我们，换我们，来来来。大家好，我是五花班的李李的。怎么会这样？怎么会这样？重点来了，要成为一个成功的主持人。是，好，请问一下，Orange 先生往前一步。Orange。小仙，他叫什么名字？阿丁。哎哎哎，嘘！你们都是妥中康的马子啊？不能讲。讲不能说他是妥中康的女朋友，不能讲，好好好，不可以说哈，不可以说。阿迪，请回座。Orange 先生，阿迪来哈，好，来来来，讨杀不为，来来。小贤，他叫什么名字？你叫小贤哦？干嘛？我知道啊，写在手上。请回座，请回座。来来来，你来你来，你最棒，你了不起，你冠军，你第一名。有没有信心？有，考不倒你，对不对？请问鼓手叫什么名字？不知道。你很得意
哦，很得意哦，怎么这样欺负人呢？话在这大声，你看哦，刚刚讲一个最煞的团体，21世纪，开玩笑，这是跳舞团体是最煞的哦。刚刚可以看得出来啦，嗯，而且呢，重点是他们这一张专辑是已经连续我们台湾风云榜啊，台湾，台湾啊，台湾啊，哎，你是讲台湾？好的，台湾啊，风云榜啊，已经2周都在10名之内。哎呦，真的是很不容易啊，掌声鼓励。好，你这样子有尖叫声，有，我跟你讲，一直，而且一直在上升当中哦。好，但是呢，我们就为了他们哦，我们呢，五花瓣3个月前就去练舞了。开玩笑，我们就是要挑战那个最高难度了。对啊，什么叫最煞的团体？我们五花瓣才煞嘞！开玩笑哦，我们煞死了。先介绍，我们一起去练这个舞的时候呢，我们认识了两位同学啊。对，那两个同学也是非常有爱心哦。看到我们几个哦，不太会跳，而且等等等等，只有你不是没有，啊不，只有你们两个不太会跳。哦，真的吗？其他都很会。对，不过也是要看在这个同学的份上，对不对？真的是很善良，这样子不眠不休的教我们跳舞。好，欢迎 Hero 阿东。好，戴眼镜的啊。长得很像这个公务人员的，朝九晚五的，就是 Hero， 哎，那个就是阿东啦，好不好？我们欢迎这两位同学。第一棒，我们要这个好好来拓一下，好吧？来，我们第一棒派出的是这个最棒的小贤。好嘞，小贤，我们随便派出一个就随便跳，好，来，小贤 ，Let's go， g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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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go。出来是你，好不好？不要漏气，好不好？3个月了，好，拜好哈，加油！大家说对不起，他真的昨天宿醉，这个舞蹈他就是宿醉后自己跳的，没有去练。我们讲掌声鼓励一下吧，不错不错。现在要派谁呢？第一棒，我们就是强棒喽。阿迪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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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阿迪 ，Let's go。负担，好不好？好，来，耶呼 ！OK。我帮你，加钱倒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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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
流行，够流行，够流行，够流行。那个内裤那一节要掉出来，像这样对不对？不，你等一下，你的袜子。等一下，我想了解一下你的穿法。哦，现在丝袜。没有，好了，我进来。那是180公分的丝袜。Number two， 第二棒。Okay. 挑战的是李李人。哦，重见光明真好。丽人好棒啊，丽人！哦，你就跳这么几招，然后就受伤成这样。对呀 ，Lucky， 你看他这个伤哦，是真的为这个舞垫，真的，他现在手都没办法举起来。你看到的是你受伤看得到的部分哦，还有很多伤是你看不到，都看不到。那跟跳舞都不行了，跟跳舞没啊？哦，所以他刚刚支撑起来的地方是。好，好，就是好 ，Number Two， 好，来，第二位是哪位？对，舒文。脚这样再来，而且还要弹开哦，哈！不要面对我们，面对那一部机器，给他看一下。告诉我 ，Let's go。等一下，没有拍到，再一个，你可不可以停格，停在那里？停久一点，停久一点。好，来，掌声鼓励。厉害！你的腰有没有闪过？前上礼拜才闪到。有嘛？一样，都是人嘛。也是很多地方受伤的，对呀，很多地方都不能用。注意了啊！怎么了？五花瓣第三棒，斗志同，加油加油！压力越来越大，对对对，他们现在一定想说要找谁出来啊？昆达 ，Number Three， 昆达，昆达。没关系，五花瓣有没有信心？有。好，他们有五花瓣，我们认识两位同学，没错，两个好朋友。那就这个，他们真的可以吗？可以。我在那边跳三个月，这两个我教的。算了。Hero。Hero!
等一下，有，好不好？你也是强项，我看过你那一招地板动作。哎呦，讲到那个地板动作，谁不会？刚刚上那个方式，真的吗？队长 ，Let's go， go， 黄雅千，地板动作。请大家好，来麦克风。这个很难呢，这个都是地板动作呢。对你来，你有看过这个在桌子上有这个动作吗？不可能，一定要在地板才能做得住。哦，好。还有谁没有跳 ？Tolo，Tolo，Tolo。哦，我叫第四棒 Tolo，Let's go。很翻的，我们翻也有，我们翻也有。阿东 ，Let's go，Let's go。做也要给人家掌声鼓励一下。因为全为什么？我们请牛奶来讲一下，为什么要特别给阿东鼓励？哦，其实这个动作现在在台湾是非常屌的，就是只有他一个人，只有他一个人会。那这是我们最后一棒是强棒嘛？那他们强棒是牛奶是？那一定也很煞，对不对？很赞嘛？赞不赞？好，来牛奶，请准备跟我跳探戈。嗯，跳啥？探戈。探戈，来来来，五十公里就赞嘞。来来来，跳探戈，跳探戈。怎么跳女生的步伐？你啊，你来变查某？哎呦，哎呦，娘娘腔，哎呦，真的哎呦，哦，我看人家查某，结果是查某，哎呦，我想说他应该，啊，来宾，来宾哥请小可爱不辣椒，哎呦，哦，怎么会这样？对啊，阿哥请安全裤，哦，你快点，快点，小可爱你来对，对啊，哎呦，嗯，又要死我，今麦吼，查某拢是查某，啊，查某拢去爱查某，查某拢爱查某，哎呦，阿哥，不过。跳舞还是很棒，有没有？好，开玩笑的啦，刚刚好开玩笑的。来，牛奶要准备一下，是不是？哦，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看到，他急着要骑摩托车回去。
骑机车一定要戴安全帽哦。啊，是是是，戴好戴好，这个安全很重要。好好，最后一棒，牛奶赞助。这个要顺带一提，牛奶是现在台湾 number one 的头转王。哦，耶耶耶耶耶耶！那今天我们可不可以请高手哈 ，Energy 的五位同学哈，对对对，教我们哈几招几招，我们大家最后一个美丽的 ending， 大家跳一个整齐的舞蹈。一个团体哈，最棒的就是舞蹈要跳的整齐，而且要好看。对，那你先教黄嘉欣跟小贤，他们会了，我们大家就会。真的吗？真的吗？对对对，来来，你先来教他一下，教他们两位。好，牛奶教他们两个哈，老师，牛老师拜托了，好，一人左右，好好好，来，我们大家休息一下，擦擦汗嘛，哦，他们两个可能要三个小时才练会的，黄嘉谦哦，啊，僵硬啊，可怜哦，左腿哈，哦，他左腿抽筋，右腿哈，哦，又有中风，中风，啊。但是小贤呢，四肢都很好，就是没有节奏感，这个很糟糕。四肢是分开，没办法连贯。哎，对呀，啊，最辛苦的，我想就是中间这一位牛奶啊，牛奶应该很想死吧？耶呼，可以了吗？哎，没有节奏，要现在要加节奏，真的可以吗？来来来，加节奏，加节奏 ，One two three go， 往下去。好棒哦，真的好棒哦！我知道，我跳得很棒，对不对？没有人在注意看你跳，好棒，你真的好厉害哟！我刚跳怎样？你刚刚有跳吗？有，噔噔，会啊会啊会，我会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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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真的吗？我会了，来，大家就好位置，最后，好好，大家一起来跳，各就各位，团体舞哈，要整齐哦哈，好，好，准备好了吗？好。